率进八球。八球，打得下。好球。这个单手的。好球。非常大了，碰到桌子的那种转弯角度都很大，对吧？哇，确实，对，哦，哇，打 K， 啊，好，追成的 Deuce， 哇，哇，还是有效得分，对。哇，好球，这个非常潇洒，那块头大，它的范围大，是大角度，哇哇，没有办法了，对，你看他一个大角度的发球牵制住一个反，好，轮到奥夏先发，好球，终于逮到机会。哇，可惜！好球！哇，漂亮！啊，好球，漂亮！所以它发出来的人的旋转质量是比较重的。那相对的，那哇，漂亮！精彩的直线加压，对对，哇！你看，可惜，跟他的一样，好球，又来，哇，漂亮，哇，好球，小。大角度，好球！哇！好球！再来一个，还有！哇，漂亮！变线呐！对。你看这上，就是说他们日本人的那一种球员差异是，直球被带开了，好，又是奥恰的局点，哇，这球他往出界，对他直接冲，先找机会，有机会谁就要先上手，对，哇。没有，这个球，那二有威胁，是，哇，这个怎么样？对他单羽也是一样，他发球在准备正手要快回了。哇，太可惜！即使单羽获胜，也是11-9。哇，漂亮！漂亮的回打。对。哇！直接回球出界。对，连续的一个不住，球几率就会大增。对。哇！你看，这球那种紧绷之下。哇！单羽这两个的发球了，是关键，把握住，对，哇，7-2，奥夏现在情绪有抢下一分，就好很多了，好球，好球，哇，对，9-4，哇，你看，又是一个第一时间的直线回球，是，哇。好球，这一招啊，
好球，漂亮！玩电线了。对。哇！多一个。哇！啊，对。哇，水准也非常的高。嗯。又是反手电线。好球，机会来了。嗯，再来。哇！球要反拉出界。对。刚比赛已经进行一个钟头了。哇！打飞掉。好可惜。段一度单羽是7-5领先。哇！哇！又是拿手的反拍啊。对。然后完全。好球，漂亮！哇，好可惜！好球，哇！单羽4-0领先，第一个，哎，漂亮！你看他是分，哇，好可惜。哇，你看，哇，哇，你看，角度带，把比数拉近，哇，好可惜，发球分，哇，你看，哇，一个突袭的长球，对，有所顾忌啊。哇，漂亮！居然在相持的情况下，做了反拍失误。对，那因为单羽的那种回球真的是第一时间，真的是太快了，所以相。